万代南梦宫最有人气的 RPG 游戏《时空幻境》系列，不仅在家用主机上卖得下下叫，现在也要进军手机市场，推出卡片游戏了。而且啊，他们还将这些年来所推出的作品全部收录，来个所有角色的大集合哦。万代南梦宫宣布，将在手机平台上推出的社群游戏《时空幻境卡片传奇》。本作品是人气系列作《时空幻境》的卡片对战 RPG 手机游戏，玩家在游戏中可以组合历代各种角色的卡片，借此打造出最强的冒险小队，并且收录系列中大受好评的聊天系统，让玩家欣赏到角色们独特的绘画交谈演出。另外，在故事模式中，目前仅收录《幻想传奇》《美德传奇》这两部，不过之后官方会陆续加入16年来的系列作品，而且游戏中所登场的人物卡片还可以随着故事来不断进化变强，随着他们的强化升级，原本的插图也会变得更加华丽哦。